这个人的玻璃进不去，太搞笑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要在那边救人啊！你要先把我们目标的那个东西放下来啊！他是不是不知道他要插那个信标啊？血，我就知道。把它捡起来，把它捡起来。Oh shit! Fuck! OK， 我捡了，我捡了，我捡了。I'm going。我觉得我也在被追，但我不敢回头看，因为这个世界很可怕，充满着坏人。Oh shit! Come on! Yes， 我好像应该把它插在一个比较好守的地方。然后我应该要带 C 5，我觉得就直接丢 C 5在那上面，不然那东西会不会被 C 5炸掉？应该不会吧。欸，我是不是应该下烟呢？我有这个。我前面有人跑过来。哦，那边一万个人。这新模式还不错，其实我觉得好像蛮好玩的，就你有需要去装东西保护，有点像 R6 当初的那种玩法，然后在2042里面就蛮特别的，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玩法。OK， 他拿了，这次他会去装了吗？我蛮好奇的。哇，他们把 A 点的拆掉了，这个人拿了要去哪里啊？我觉得这个模式应该特别适合，就是跟认识的人一起组队这样子玩。这个人到底要去哪里？快去插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冲三小？这人在搞啊！这人间谍是不是？他拿了，然后他不去插。啊！哦哦，他插了吗？楼上的插了，我们去保护楼上的。有没有人死掉？喂！我有人在偷关吗？没有。OK。哦，我听到声音了。我们去屋顶看一下哦，去屋顶看一下。Yep。That's one down。有人救他了 ，Nice。Hello。喂，你救你拿那个吧，我救他。Shit！ 哦 ，I'm here to help you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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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Hold on, reloading。快去插，快去插 ，Go！ 呜喂，那上面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，信标之类的。C 点的被拆了。
Hello。哇、哦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说。是是是是是，怎么掉了？装装装装装。哥，你要去哪里？装啊！装。来喽来喽来喽来了啊 ！No。Hello, yes. Hey, come on, 捡了吗？捡了。OK, 装装装装装。哇，那个人，我让他们去捡，我们这边稍微绕一下后面这里的人好了。结果这下面没有人哦，我还以为有人呢、欸。啊，怎么没有人把那个捡起来？哦，有了，捡起来，但是又死了。Sage， 我是标给队友看，但是一 ，no， 东西就在我旁边。那边有一个信标，刚刚队友直接从旁边经过，没看到。看、huh ，所以是比七分钟，然后看谁可以等，谁可以得到最高分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得到了是多少？65分还是多少？对，我们得到65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让对方在七分钟之内得到低于65分，我们就可以赢，应该这个意思吧？阴吹斯廷，我觉得我们带那个烟雾弹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去拆。我们等下看到我们就打烟上去拆。我直接先上屋顶看一下。听到很多脚步声，是 ？What？ 看这个人跟鬼一样，他从哪里来的？那至少他们还没有装。哇、哦，痛 ！Reloading。哦，他们装了 C 点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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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大，这是哎，我身边的怎么变成一个敌人？我以为我刚刚在我身边是队友。这枪没有配件，真的是难用啊！那个弹药。弹药和射速都不够好。哦！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的。I believe。所以 C 点已经算是被干扰了一部分，然后我们把它拆掉了，所以现在他们要再去另一个地方就对了。Target eliminated！ 我们基本上一个弹夹只能杀一个人。It's done。我刚杀的那个人好像是拿，好像是拿那个的装置的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只要守在，我可以把它拿走吗？还是我只能守在这里？我只能守在这里。Shit！ 啊！
哦，他声音，哦，他还有空救人，队友 please， 队友 please。Hello。Shit！ 啊！我好想要扩充弹夹，这弹夹好小。哎，所以现在是。他们是15分，然后已经进只剩下三分多钟了，所以其实我们防守的还可以啊。其实我觉得我应该玩麦凯爬这个房子会蛮有用的。OK， 那个东西在楼上。Oh shit， hi。放靠！我不管，拆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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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！我拆掉了吗 ？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 我刚刚不是，我进度条明明就跑完了，为什么没有拆掉 ？What do you mean？ 我刚刚明明就看到他那个进度条跑完了，但是他没有拆掉。哦，都在屋顶上。可以啊，剩下两分钟，他们得到三十几分。不过这个分数不知道是不是最终分数，因为他们算分数的时候，好像最后还有一些加成。选那边有一个人，我不敢过去，因为我觉得我会被从屋顶上打。OK， 我们拆掉了 ，Nice。感觉 B 点那边很嗨，等一下这边有手在飞过来，我听到了。Yep， 那里。Shit！ 哦，这些心枪好痛啊！我们都没有办法用这些心枪。耶、yeah, ，那个人拿着 ，OK， 我们现在顾着那个地方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就顾那里。感觉他们根本过不去啊！好、哦，有了吗？来了。有人放了一个那个机枪塔在那边，不错的想法。剩13秒，他们拿41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稳的吧。我说这句应该不会就立起了吧？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耶、yeah ！有时候我们就直接赢了 ，GG's。啊，对，所以它显示的是正确的那个得分，所以65-41 ，GG's。